在这里让它沉淀一个晚上，明天早上你拿出来晒干啊。好，好，放在这里。好，都沉淀了一个晚上了。这个葛根很多啊，哦。对。可以了，干净了。抽水洗干净这个桶。好。 晒干呀、啊，可以了。几十斤的葛根就得这么点粉啊？哦，对呀、啊。这些留着煮着去。对。把这一块密封起来。好，慢慢切。加入葛根粉，再加入水，把它搅拌均匀。 蒸笼了吧，老乡。好，盖上锅盖，蒸了10分钟。切点肉片备用，姜片、花生油、盐、酱油、蚝油，鸡精、手抓精油。小母鸡下了几个蛋？好吧，好，放在这里，等一下我进去煮啊。好，打开锅盖，老乡。好。我出锅喽。漂亮哦，刚才。晶莹剔透的。是。 半年了，开始把它切开。快点啦！我肚子饿了。我肚子也饿了。哎，鸭子，你喂了没有？喂了。为什么鸡在那里叫了一个晚上？它在唱歌。鸡蛋出锅，蒜蓉炒虾，瘦肉炒虾，豆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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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香啊，蛋仔！你是吃的那香喷喷的。对。搅拌一下，更入味更香啊！老夏，你先来。好。搞多一点菜给你啊。好。香肠好吃啊！不得回向我流口水呀、啊。